好啦，出现这个，有时候我们关心这个。九点以前都不出现。前面的国际。好来。这你们这样太过分了啦！民意代表们，你自己也讲外行话，你们自己太过分了。你们到台北的都还可以去跑公祭，我们要被绑在这里绑一个早上，什么祭也不能去，什么祭也不能去哈。主席影响力大，什么你就要这样子啊？主席有影响力大，那我就直接把全部都砍光光，那影响力就大啦。好啊，明天民进党就不要干事嘛，就太好啦，谢谢丁委员哈，表示明年民进党一定执政哈。对啊，你可能啊，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第十五到十七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帮忙？这个能够支持我们，能够十五到十七能够支持我们。好，那就预算。